这一刻，我们享受三动三不动。什么是三动三不动呢？从整体来说，是第一，不要有动意；二，不要主动；第三，不妄动。从手势说，第一，不动；第二，不丢不顶；从肢体动作说，手动脚不动，脚动手不动，手脚齐动。综合起来就是三动三不动。这三动三不动，在整体太极拳的运动中有什么作用呢？坚持三动三不动，就是渐渐会掉你身上的力点，所有的本力、着力、身上的力点都退去。进来是什么呢？进来的就是太极内功。那么练太极拳你怎么那么麻烦呢？什么三动三不动，我练就是了，还要不动？不动怎么练拳呢？我说的这三动三不动有根据的。为什么说呢？我在太极解密十三篇说过，要恢复太极拳的本来面目。那么太极拳已经从气极光说已经是三四百年、五六百年，从唐朝李道子说1000多年，再往远来说，从孔子说2000多年。那么人类呢？有人类文明，慢慢就有了太极拳。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，太极拳也发展到清末清朝吧，就是18世纪达到顶峰，一直到现在。当然现在这个我们国家太平盛世，太极拳的发展任何朝代没法相比，人数之多，环境之好。那我们说太极拳，太极拳的特性，我们在改变思维那课已经说过了。太极拳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，太极拳有它的运行轨迹，人类有人类的生活规律，人类有人类的行动轨迹。你要想练太极拳，你必须放弃你的生活规律，运动轨迹要符合太极拳的运动规律和运行轨迹，你才能练好太极拳。这就是太极拳的本来面目。再有就是太极拳是被动练拳，不是主动的。所以我根据这几年的研究呢，我认为从整体说不应该有动意，有了动意就没法把这太极拳练好，太极内功也不会上升。你练习了半天内功不上升，一直盲练，到时候很遗憾，已经晚了。还有不能主动妄动，现在我们很多练拳呢主动妄动。我粗略把太极拳分为两类人，我这很善意的提醒大家，提示大家，不是要说别的问题。一种练太极拳的人大多数用肢体练，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？用心灵、用心脑练太极拳，这是深研者，他们是心脑太极拳习练者，心脑太极拳专家，心脑太极拳教练。这些人是少数，肢体太极拳习练者多数。渐渐的，从肢体太极拳的习练当中有分裂出来，他们要深研，也加入到心脑太极拳习练者的行列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没有贬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们奉劝练太极拳的朋友、同道和拳友，
你最好在深岩，因为太极拳的路很宽，这个路当中没有红灯，没有障碍，也没有陷阱，你就大路朝天，你就慢慢走吧。说自己呢不走了，你个人的问题，但是呢太极拳没有回头路，不归路，练下去就是了。根据太极拳的老前辈的拳论，我们研究太极拳的本来面目，就是这样的被动减法，循太极拳的运动规律和轨迹。现在我说我练揽雀尾，揽雀尾就是太极起势结束，揽雀尾的第一动抱旗心，抱旗心的时候请注意，第一动抱旗心，这个动作的特点就是开始的时候手动，脚没有动，手动抱好了，重心挪回来，也可以说它是手脚齐动。请看手脚齐动，第二动阳动，手脚齐动，第三动基本还是手脚齐动，现在是手动脚没动，现在是手脚齐动。第四动手脚齐动，第五动脚动手不动，弓步变坐步，手就垂肘就可以了。第六动手不动脚动，看似手动手没动，再做一遍，从这侧面，这是我们已经学过八方线了，这是左正线，运动到右正线，这是从坐步变成弓步，这手呢它的小动作就到这儿，我先做你们看啊，到这儿了，现在手不动了，现在脚动，下边垂肘还是脚动，第七动脚不动手动，渐渐立掌，肘尖对脚尖，现在手不动了，还是脚动，说脚动实际是跨动，手没动，看这样练拳呢心很安静，心态平和，很舒服，经络畅通，还是左脚重心一松到顶，右脚重心，你看整个过程手没动，从这儿来说现在手就不动了，立掌，手还不动，还是脚动，脚动手不动，八动结束。下面斜单边，现在是手动变勾，现在是脚动，拉单边手脚齐动，这边落脚，这边走手，现在手不动，脚底下调整，下边呢脚调整好了不动了，中间垂肘，手动脚不动，现在是
手脚齐动，勾变掌引视线，手动扣脚，这个手的回来是松肩垂肘，地下没有动，在变化，手回来了。好，下面的动作第二动，提手上势，第二动手脚齐动，手脚齐动，第三动手动，上步脚动，还是手动脚不动，第四动手动脚不动，白鹤亮翅自动，还是手动，身形变化了，脚不动，脚不动，重心转变到左，手动，手动，手动脚不动，手动，脚不动，手动，第四动结束，第四动还是手不动，手动脚不动，手动。手心向里的时候，现在手不动了，脚动，好像我的手一直在动，是，现在是松肩垂肘，手下来了，手心向里，到这的时候手不动了，脚动，这个很妙。如果说你从上面往下走，手也动乱动，这个跟太极拳没有关系，这是太极操，说它的内涵就在这，手指九天视线往上看，现在呢脚一松，松肩垂肘下来了，视线跟着平看，视线下来了，到这儿手不动，开始脚动，搂膝傲步，八动，脚动，手不动，手没有动，这手就松到这以后不动了，这怎么过去？现在是左腿重心变成右腿重心了，这你看手没动，就起这么一个作用，扬掌变扶掌，到这儿手不动了，开步，这个手又不动了，这个手还是不动，立掌，脚不动，手一弧，手动，现在脚不动，手动，手不动，脚动，手脚齐动，实际还是手不动，看着手脚齐动，注意看，我这时候是勾，就是勾手，合谷，找耳聋，要往前走的时候便立掌，手再也不动了，脚底下是一个弧线，坐步变弓步弧线，因为变化了重心了，这手好像在动，腿弓好了，看手动，一个小弧线，现在有时手动脚不动，一松到顶，上步，被动上步，立掌，手不动，脚不动，手动，手脚齐动，抱齐心，第七动，第八动，脚不动了，坐好了，手动，下面手挥琵琶，手动，落脚，弓步，手不动，大家是否看出来了？我的手在这儿，在右正线的右侧，45度，在这个位置，我坐步变弓步的时候，这手随着胯的转动，它转动，
手没动。到45度，弓好了，手不动了，现在脚动，手变力掌。这手一变力掌的时候，这脚你看被动上来了。看，再注意这个，这个式子很奇妙。现在是脚一直在，腿在变化，就是重心变虚，虚脚变实，变成重心脚。这手来是这么过来的，随着脚的腿的重心变化，右重心变成左重心，弓步到这儿。请注意，现在如果你要上腿，上腿这叫主动上腿。现在你看微微变化，你把手一立，你看脚上来了，这个脚上是被动上来的。太极拳的自然美就在这儿表现出来了。你的手是这样还是这样，你都得主动上脚。就在立掌的时候，这脚上来了，松脚起，左脚重心，这三动三不动在整个的太极拳里面很重要。每个式子每个动作都是三动三不动，这整个的式子整个的拳家都是这样三动三不动。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有动意。我现在举个例子，两人站在这儿扶好，谁也不要想侵犯谁，谁也不要出力，自己松松地站在这儿。一个人想去推对方，不要真推，一想他就紧张了。好，松开了吧，互相扶着，身上很舒服。那么就你不要有动作，想去推他，想一想就得。什么感觉？紧张了。我觉得我已经他就有点站不稳了。你想推他，你想推有着动意了，自己紧。现在你现在别动啊，你现在站得舒服吗？舒服了，很松。你呢，想推他不要推，检查你身体，跟你没关系，你检查你身体。自己肌肉紧张起来了，肌肉紧张了。好，现在你们退回去，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。现在学习这个三动三不动的朋友，拳友和同道，你们可以试。两个人站好了不要动，轻轻扶着都很舒服。其中一方想把对方推出去或者推倒，这有动意的人他就紧张了，他就紧张。所以啊，动意是太极拳的大敌。你放松下来，你只要一有动意，想推对方，想打对方，或者看对方来了，怕对方把你推出去，这有了动意了，这就啊心里先动了。违背了我的三动三不动。三动三不动的基础是什么？心态平和，很安静。在做拳，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，我现在从正面做，手挥琵琶两动左步，你在落脚的时候收着腹股沟，松着脚，这脚在落不要主动落。这我们在太极脚上说过这问题，不要主动落，收腹股沟，它慢慢落下，落下以后你松着脚，松右脚，这实脚松了，实脚以后变成虚了。这个呢，左脚原来是虚的，变成实，逐渐变成实。现在我说的不是脚的变化，我说手的变化。你这手，我们这手在这个位置啊，现在你这步下的动作应该上步，这个上步你千万不要主动上，这是手不动脚动，手不动脚动。你手不动脚动上主动了，这时候呢要手脚齐动，这个手心阳掌变成立掌，
阳掌变成立掌，手脚齐动，你看这脚上来了，这就符合太极拳的被动减法行功。你要这么上叫加法，主动上步了，这个大家当时就可以试。你一边看着这个盘听我讲，你就这样试验。你翻手，你松肩垂肘，这脚上来了，上来以后呢，立掌变阳掌，变掌的过程当中松脚起来了，自然起来了。这手在虚手，中指对脉门，看变成立掌，扶掌变立掌，上步，立掌变扶掌，变阳掌，松脚起，这个虚手就慢慢的下来了，松肩垂肘下来了，手挥琵琶可以弹起来，这个重心呢在左脚，这个我们说的三动三不动就是这个道理，它用在各个拳上都行。我们再往下做，你在这儿上去了吗？下个是斑斓锤，松左脚，还是左脚重心，现在是呢手动脚不动，双重，还是手动脚不动，现在脚重心变过来了，到这儿你现在想出拳出不了，为什么？你要出去得主动，这拳搁在这儿，你抱着球，左手在前，走到这个部位，这脚出去了，再走落下来了，还是手动，看手在动，到这儿手不动了，脚动，脚动，现在重心变了，回来，手垂在这儿，坐步脚动，现在手动，现在手脚齐动，垂出去了，这锤的高度你可以打对方的小腹或者胸，或者再上一点，我现在往前走，我动哪儿我也走不了，看他都挡着我呢，这个时候呢手稍微动一点，怎么动呢？走一个弧，就这走一弧，看我走到这儿，现在手动，动完以后脚才动，脚才上去。好，讲这个道理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你在练拳的时候，太极拳它有很深的内涵，这个内涵呢就是从三动三不动得到内功，有的动是大动，我现在做一大动，抱虎归山大动，面东，弓步，手在这儿，这是如风似壁的第二动，一，我先做完这个，二，好，我们从正东到正西180度，那么这180度手动没动呢？手没动，手没有动，只是脚动，请看我慢慢剖析这个式子。我现在是弓步，跛脚重心，右脚是虚脚，没有虚脚。我从正东运动到正西，一共是整整180度。这180度呢，走的时候看松脚，你看我的手怎么走，把我的两个手合起来，你看这样，看我走了，我合起来，怎么走的呢？是松左脚，渐渐的实右脚变成双重，看脚，这是脚动手不动，双重，现在呢双重再变成右脚单重，松左脚实右脚，到这儿，到正线一共走了90度，90度手还没动，现在呢看我把这脚
脚尖冲东变成脚尖向南，这样呢，那个九十度又出来了，变脚了，他手不动。我现在试子完成，这手过去了。有很多朋友练拳这么练，他老是在动手，你一动手，你身上就僵了。从肩、肘、腕、手僵的，往下说，腰、胯、膝、脚都是僵的，九大关节僵。这九大关节一僵呢，你有什么功夫？什么功夫都没有了。三动三不动呢，是最好的习练。什么呢？习练太极内功上身。我再做一遍，现在是面东，左脚重心，视线看这个食指，我把食指抬高一点，看得更详细。我现在是松左脚，松左脚，持右脚，转右脚，双重，我走了45度，这个45度手没有动，现在变成双重。再看一遍，松左脚，持右脚，松左脚，持右脚，松左脚，持右脚。我的方向和方位全变了，我的方向面东，现在变成方向面东南45度，我的方位东位，方位东，现在我的方位变成东南，跟方向一致的。现在继续松左腿，原来我这个右脚呢是向东，现在是向东南，这个方向还要走，你看这脚还要扣，扣完弓步，现在完全是右腿重心了。再完全一点，就是再放松，左脚再松，开脚，现在过去了。所以这整个的狮子走了180度，手没有动。我现在在八方线上再做一个抱虎归山。我为什么反复做这个式子呢？因为抱虎归山呢最能说明三动三不动这个式子，因为它长，它运行长，它的行动是从正东到正西，一共180度，也就是东到西180度。我现在虚脚，看右虚脚在东正线上，如果转过来呢是这样，在南北正线上，在这个重心线上，现在重心脚在于位。虚脚在东西正线，接着转变到南北正线，这个扶着这线，这个不动，45度，90度，还在继续松。这个式子完成，我这个脚呢，从东西正线变为南北正线，变到南北正线，身子说方位啊，方位向南，方向向西，这个式子完成。这么大的动作，正东、东南、正南、西南、正西，走了那么八动，都是手在从东到西了，手没有动，完全脚底的阴阳变化。说这个式子呢，也是个养生式子。希望我们的朋友同道拳友们，请你们要研究这个式子，你把这个抱虎归山式研究好了，
研究通了，你的内功就会上升。我们从这个抱虎归山这个长式子就能看出来，它行程长，动作大，但是呢它的三动三不动很清晰。你比如我们现在举个例子，掌变勾，看掌变勾，动作小，看掌变勾，多小的动作，手动腕子不动，看勾变好了，手不动了，腕子动一松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要这么变勾，整的你还不出功夫。我说的小的动作，小的动作也有，也含着太极内功，内涵丰富。你看我再做一遍，我这是掌变勾了，你看这是手动，腕子没动，肘没动，肩没动，周身都没动，现在腕子动了，一松勾下来了。你不能一块动，一块动是整的，你的腕子永远松不下来。现在呢，我提示我的朋友们，你们在练拳当中着重先退掉手腕的力量，腕子是整的，你腕子整了以后，你练的拳都很难看，它不松不柔不空。你要练成腕子呢，所有腕子都是你往前舒展，这个搂膝傲步的动作吧，有的动作你看往前舒展，这名字叫什么？叫手往前按，往下按。我现在给它改了，叫什么？前展，向前展，把腕子躲开了，前展。如果我要往前按腕，我举个例子，按得了吗？推住了，我腕子走不开，所以呢我必须往前舒展，看走开了吧。练拳的过程很重要，练拳的过程退掉我们身上的着力和本力，处处你都应该注意，每个小动作都要注意，最后练到我的手指都要松开，关节都要松开，渐渐的你的本力劳力会退掉，你的身上会有太极内功。今天的课就到这儿。这一课我们讲静，心神意气安静。提到这个静，也可以说是博大精深，因为人呢，在当今社会，生活节奏很快，时间少，另外干扰大。你不是说晚上练拳吗？还有电视，有音乐舞蹈，干扰着我们的神经。我在2004年出版一册《太极内功解密》，提到太极拳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？静，这个静就是心神意气，安静三个字，静，寂静，最高境界。还有一个，这个静是两点水一个蒸字，对，洁净的净，干净的净。那么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呢？先说安静，我们修炼太极拳，内外兼修，内是心神意气里面的东西，安静下来，外面就是中正安舒。这个两点水的静呢，就是让你干净，那干净呢能够看到的，就是对方能看到的你的形象，你的肌肉骨骼看不见，感觉到要干干净净。人是阴阳体，天地宇宙大太极，人身小太极，由阴阳组成的。我们的经络是六阴六阳，那么你有阴的一面，也有阳的一面，
阴阳要干净，手伸出去，阴就是阴，阳就是阳。那么有人就提出来了，那个拳谱不是说吗，阴不离阳，阳不离阴，阴阳相济。对，阴阳相济。但是我们这个太极图对于修炼太极拳的人来说，你要一般练拳没关系，你静与不静无所谓，但你要深研太极拳，你要安静了。好，我现在说说安静。这个安静啊，因为太极拳的整体上下相随，内外相合，从脚，脚是根，而腿而腰总需完整一气，人是综合一体，人是分着的。现在我先说静。静呢，最主要的是太极起势。太极起势，这是自然步，一脚也可以，半脚也可以，站好。站好以后呢，要站几分钟，不是站桩，你用这个站桩练也可以。好，为什么要站几分钟再练拳呢？这叫清源，把源头清理干净了。如果说一个泉水源头干净了，它整个流向也是清洁的。如果源头是浑的，流出的水也不干净，这叫清源。我们站在这儿安静下来，心安静下来，呼吸平和，心态安静。看，因为太极拳我们在伸延的时候叫练拳，不叫打拳，也不叫盘架子，叫什么呢？修炼。因为太极拳的拳理源于老庄哲学，老庄哲学最重要的突出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我们学老子的道。至于手放到哪儿，脚怎么迈，怎么抬，怎么踢，手往哪儿放，怎么屈，怎么伸，这个老子没有往下传，他们只传道。古典哲学家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太极拳也是这样。预备式，要两个脚松，平松落地，脚趾要舒展开。脚站好了，为什么要站几分钟？要清源，不但要清你的外形，主要清你的六脏六腑，你的六阴六阳脏腑经络是否畅通，穴道是否畅通，气道是否畅通。安静，我说两句古典哲学的话。好，心静可神明，这个神明不是天上的神，是什么呢？你心里一安静一静，身上六脏六腑从上到下，肢体骨骼全都通了。通了以后，你这个脊椎健康了，这两个腰子也就是肾健康了，六脏六腑通顺了，你的精神也有了。好，还有一句话，大道以虚静为本，让你虚让你静。可我们太极拳最高境界有了，叫什么呢？安静的静，寂静，干净的静，寂静。现在呢，我做一个启示。启示在这个我练这个八十一式太极拳里边很重要，一个启示一个收势都很重要。启示做好了，你这个才能做好了。启示做好的特点是什么？静，精神意气安静。我练了启示了，我现在心里不安静了，我想起有动意，看根本起不来，我用力，你看我出去了，
这是不是技巧？不是。是不是功力呢？是内功力，还这么说，但主要在安静。因为你呀，心里面一烦躁不安静了，就想起一起，因为它是走弧线的东西，你走直线了，碰着就完出去了。但我安静下来了，我心里很平静，我没有动意，不想起，我只安静地走这个式子。他已经不舒服了，所检查你做的对不对，就是你不舒服的时候我用力了，我不舒服了他舒服，他肯定舒服，我不舒服了。安静呢，大道以虚静为本，你虚静了就是大道，你安静下来可神明，他扶住我以后归让，不管他有多大力，你安静下来，你别想着，你这一想着出去，我出去了，心里边复杂了，不安静了。他推着我以后，确实对我的重心，对我的安全呢受到了威胁，我已经受到了威胁，你为什么受到威胁？我不安静，我心里怕他推我，把我推出去，这个不是太极拳的心境。太极拳的心境要安静下来，这个心态特别重要。他推我呢，我一安静，刚才他舒服，现在他不舒服了。好，看没有了，我的手不要推他，我的手往这儿一放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我从不安静到安静，他从舒服，现在他舒服，我不舒服，我不安静，我不舒服了，现在我安静下来，他不安静了。好，他推上来了，你要用太极拳的这种思维，这种心态看他呢，未来实际呢他不安静，他的心态就是想把我推出去，他出力，我的心态呢不动，很安静，看我安静下来了，你不安静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好，现在呢我倒说这个安静呀，有的朋友会说，有的同道全有说，你说这个多高级？不是，就在你练拳的时候，第一天到拳场练第一动的时候，老师教你，你这个心态要安静下来，要安静下来，看你的拳才能练好，你的心态烦躁，你贪功求快，早日把这个拳练下来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的心态根本就不安静，你的拳缘不洁净，不干净。拳友、同道、朋友，你若想深研太极拳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请问你，你要深入研究太极拳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？说我想养生，我想长寿，我想身体健康。好，如果你想身体健康，你不一定非要练太极拳，太极拳内涵丰富，你要没有把这个内涵弄明白，你仍然不知道太极拳是什么东西，你练着就成了干巴巴的空架子。北京我到很多地方，有很多朋友也讲过学，授过课，他们很多教授年纪不大，30岁40岁，他们已经是二级教练、一级教练，有的是三级教练、二三教练、一级教练、三级运动员、二级运动员、一级运动员。好，三级裁判、二级裁判、一级裁判，咱就说一二级裁判吧，最初的不说，已经有很高的水平了。那这些朋友啊，一天到晚忙，忙忙碌碌，很难安静下来。我就给他建议，我说你能不能少说这三个一，你安静下来行吗？因为你要健康，要健体强身，
去病延年。最起码的条件，你要安静下来，要思考，要研究。你比如说，我有一篇文章，里面有一条，你就是要安静。你认识太极拳的时候，你要认识它，认识它完了吗？不是，我要认识，反复认识，再认识，认识认识再认识，认识以后你要理解它，怎么理解呢？反复理解，理解了以后再理解。你练拳也一样，你练一天拳有一天拳的收获，练一遍拳有一遍拳的心得。你不能说我练了一遍了，练一遍有什么收获你不知道，这不行，你都要研究，反复练习，反复理解，最后你才能明白。那么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教练员，他可以教陈氏，他也可以教杨氏，他也教武氏，教孙氏，教吴氏。那么他呢，看对方，你学什么事啊？好，我就教你陈氏。又来一个要学孙氏，我教你，他什么事都会。那我就问了，你既然会那么多的太极拳，那么我请问你，你教这五式太极拳，五个式子呀，陈、杨、武、吴、孙，这么几式，这几个式子都有揽雀尾，叫法都一样，练法有些不同，相同和不同。我这揽雀尾，这五个式子的揽雀尾有什么不同呢？他看着我愣了半天没有说出来。我说这五个式子，五家太极拳同样是揽雀尾，你进行结构分析了吗？没有。那么你既然没有进行分析，你对这五家五派的太极拳你也不是很了解，这五个揽雀尾你怎么去教人家呢？你教人家什么呢？教人家干巴巴的动作。后来这个朋友听了，我得研究研究了，他说要去研究了。我说这个呢，静下心来读书，静下心来研究，这样呢你才对太极拳有了足够的认识。因为我们从哲学看，认识一个事物不是一次完成的，反复认识。太极拳也是这样，既然太极拳博大精深，那么简化太极拳我不说了，起码从37式开始，37式、64式、81式、83式，还有100几式。那么这么多的式子你怎么去结构，怎么样去认识呢？你怎么样去教呢？你以什么为主呢？我教拳很简单，我教拳的时候先教他的基本动作，怎么样松脚，怎么样松九大关节，完了教他第一个动作以后要教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一个动作3口气到6口气不动。那我举个例子看，我现在学单边，教单边，练单边，我练时比这还低呀，这样看着手，6口气，1、2、3呼吸，4呼吸，5呼吸，6呼吸，就6口气。然后呢不许提高，原地不动，抱七星。这抱七星，抱七星呢脚在前面，还是6口气。他的拳是这么教的，我是这么学的。这学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一个功夫出来了，就是底盘功夫。第二个式子不会忘，做错了不会，他有人给你摆，给你摆正确了。最后是连式，不麻烦了。太极拳有一句话是学拳容易改拳难，这个就是定式坐在那儿不要改了。那我教拳的经验是这样的，跟我学拳别着急，最好2个月把81式拿下来，第3个月去报名参加全国比赛，
回来抱个大金，大金杯，大金牌回来，这不可能的。这个你想了半天，就是拳。拳是什么？就是术，不是道。我今天给大家研究的是道。一开始就说了，老子道，老子传道不传义。他说的道，他说的什么？道法自然。道，他要自然。好，道就是理，就是权理。你要明白权理。我现在在做，往下做启示。这是一，预备式，这是一动，这是二动，看，这是三动，我做三动，看，下面做四动，四动再往下做什么呢？揽雀尾八动，这揽雀尾八动，我们一动一动做。我现在把第三动、第四动再剖析一下。第三动，我说你心要静，为什么呢？你要主动起，这个不要你教，也不用你说，大家都会。松九大关节，内心安静以后，你看这手也能看出来，不是我要走的。松脚，松九大关节，松肩，腿肘，这两个胳膊就跟灌了铅一样很沉，他自己往前走。第三动完成，看，如果你练拳，你是这么练，这叫有动意，这叫有意，动意跟意不一样，这叫有力，这叫主动，看，这叫主动。我们前面说过了，太极拳是被动，减法，一松脚，你这身上安静下来，看，里面安静了。身上外表安静了，安静下来以后，松脚，你不要有起字，一松脚就跟手。你们大家看得出来，他自己起来了，看，拳现在练你，不是你练他。第四动，下的时候，你就是松肩的时候，一松肩。他往前去了，没有下的意思。好，现在你的食指手往前舒展，食指往前，松肩垂肘，还是松肩，松小指，你看这手松肩垂肘，松小指，这坐步我们在太极脚里面已经说了，看，松脚坐，完成这个式子。我现在用力做一回，主动做一回，看，这多容易啊！但是呢，它是干巴巴一个空架子，这个下来，这个起，看，到下来第四动，而很丰富的内涵。你真的要这样做，你的经络就通了。穴道通了，微细血管也通了。据科学家研究，人的周身啊，微细血管盘根错节90000多公里，大概96000多公里在身上盘着。那么现在使用率也很低，跟大脑一样，我们脑子不是打开了10%嘛？这个血管也是，微血管也是，他们的工作10%。多少呢？1平方厘米200根，只有20根才通。如果说我们脑子能开20%，也不要或者10%几，这个呢，微血管开通10%几，我们大概都是八仙了。那么我们修炼的时候，首先要心神先安静下来以后。心态平和，与世无争，我不争什么了，我没有什么要求了，我能够生命的延续，在努力提高生命的质量，这就很好了，还争什么了？向你要练太极拳的人多了，我有一个美丽的想法，
这个太极拳好是谁提出来的？伟人邓小平提出来的。如果咱们的人不要说十三亿了，有六亿人练太极拳，咱中华民族的体质就会提高一大块，智慧就远远的提高，比现在高多了。都练太极拳，我们的社会文明、家庭和睦、社会秩序、安全会比现在好得多，但很难，也不可能，很难。如果想做好了，有更多的人练太极拳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起码你心态平和了，与世无争，街上打架的人就少了。我们的社会呢，我们的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一个文明的民族，可惜呢，现在太极拳练得少，尤其是传统太极拳练的人更少。为什么？他麻烦，麻烦了，心态不平和了。希望我们的拳友朋友同道能够心态平和，安静下来，把太极拳整体水平提高上去。